南。安娜经出席公益活动，分享她平常会随手做公益，学校也会，就是比如说你迟到啊，没交功课就要捐发票。没有，但是没有，我没有被罚，我还是会说，哎，我有，就给。你有被罚？对，当然还是会。要求好啊。呀。哦，还没准备呢，我紧张。你现在工作兼顾学业已经习惯了吗？还没有到很习惯，对，因为在学校还是会就是会比较落后一点。看到成绩落后，爸妈会叮咛你要多注意。还是会，但是还是主要他们会说啊，你毕业就好了。但也是有想过要不要去留学之类的，去澳洲。想去学英文，因为感觉澳洲特别漂亮，嘿，天气很好的感觉。他们会给你意见吗？他还是很支持我的想法，对，所以还没有认真的跟他聊啦。他以前就有讲过说，应该要把我丢去美国还哪里，然后让我学英文。还要不要？不要不要。不要爸爸管，可能上大学可以认识比较多的外国男朋友。所以你真的很期待跟外国人？这种。